Ramlingga.来吧，大衣拿过来。推荐大家可以看看《胆小鬼》，你可以在剧里面去看看谁是胆小鬼。看完这个戏之后，你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胆小鬼。我觉得《胆小鬼》特别好，每一个演员包括每一个职员都是用心做的一个东西，到时候肯定会呈现出一个非常厚重、非常有质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剧给大家看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舒，舒字是女字旁加一个朱砂的朱，你们一定要看啊！我觉得我们这部剧就是献给我们失去的青春。如果说你也有就是逝去的那些经历的话，希望来看我们这部剧。我不去，我得回家，请你等我呢。我们两个还要把电线修好，等会儿我们要看《胆小鬼》。走了，拜拜。